喂喂，喂，嘿，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，我们的团名叫圣马雅后，然后这个团名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肖刚好是蛇马羊猴，然后介绍一下这首歌，这首歌呢，我觉得大家在理想这条路上，可能会有意无意的丢失很多东西，像是时间、金钱或者是快乐。然后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自己对话，然后问自己，丢失快乐的自己又剩下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带来这首歌。该去哪儿？